上应该有个名字啊。谁知道他真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就刻上水手这两个字吧，他应该被记住。除了我们，谁记得住他？而且现在连我们都要走了，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你真的要走吗？听你的，你要让我跟你走，我就跟你走。这次还是你自己决定吧。其实这几年我都习惯了听你的安排。结束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每个人最终都会变回自己。你会变成谁？我吗？对，你会变成哪个自己？有很多个我吗？有。你呢？我也有好多个我。最后水手说的对呀，对于这一切我已经没有了信念。哎呀，你将来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人没有信念怎么活下去？你的信念呢？我有，我知道你有，我也会找到的。走吧，别忘了我跟你说过的话，是走是留，你自己选择吧。如果你还能回来的话，就在他的碑上刻上水手这两个字吧，他应该被记住。谁会记住他？国家，民族。